什么是功？功也叫机械功，是物理学中表示力对物体作用的空间的积累的物理量。功是标量，其大小等于力与其作用点位移的标积。国际单位制单位为焦耳。功一词最初是法国数学家贾帕斯·古斯塔夫·科里奥创造的。如果一个物体受到力的作用，并在力的方向上发生了一段位移，我们就说这个力对物体做了功。功是物理学中表示力对位移的累积的物理量。与机械能相似的是，功也是标量，国际单位制为焦耳。